啱落完雪啊！咦？好玩啊！有呢個雪人啊！呢個係雪人啊！呢個就係三指罩啦！我哋上週喺度玩，個車站設計得古香古色嘅，古過典雅，同個三指好襯。好，我哋行山上雪。山子又叫做立石子，呢座立石子本堂咧系日本最古老嘅榉木建筑嚟。既然嚟到，梗系要装翻住香。山子唔单止系一座佛寺嘅，山下边仲有好几座日本神社，又系参拜。呢两位系日本诗圣松尾芭蕉同佢嘅徒弟，纪念佢到此一游。山子的山門又是一座古建築，行1200多級樓梯就上到瞭望台了。山子之所以成為一個名刹，聽說是一位日本高僧持國大師，在唐代那陣在日本渡海到過中國各很多地方，還寫下了一本被說是世界三大遊記之一的《入唐求法巡禮記》。山上面有持國大師在這裡修佛的廟堂，据说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山必有人呢，很静，很清幽，好近飘近雪啊。这个就是山子的招牌景点，相当诗情画意，好靓。行了近1200级楼梯的回报呢，就在这个五大国的观景台上面居高临下地欣赏连绵不绝的美景了。